一个人在那玩，不愿意和人说话，然后眼神特别的迷离。他有听力，但是他从来都是不听话的那种。他最大的障碍就是社交障碍，不会和人沟通。对了，很棒啊。为什么孩子会患上自闭症？到现在可能世界上病因都不明。你看着下面走，来。感觉就像是天都塌下来了。自闭症他只能通过康复训练把有些能力给训练出来，他要是达到一个就像我们正常人一样呢，是不会的。无条件的去爱他，他们也会那样无条件的爱我们。我有一次生病发烧，那就可把毛巾给我套上，再要的问下奶奶，那身体恢复了没有？那再发烧不发烧了？最好的方法就是要去爱孩子，用爱去呵护他们。